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、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，鉴于儿童与少年是国家最宝贵的资产，特别需要予以保护。由于儿少时期身体智能发展未臻成熟，处于相对的弱势，却是人格发展与技能成长的重要阶段。为近年来我国儿童与少年保护案件逐年上升，民国101年通报案件达35901人，显示我国儿童与少年保护工作亟待改善。原提案建请行政院立即成立跨部会工作小组，积极整合社福、警政、教育及医疗等机构及资源，以建立完善之养护体系及扶助机制，全面提升我国儿童与少年保护工作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淑慧、江启臣等17人。